先了解咗佢點講嘢先。好啦，咁你一個例子係咁樣啊？而家你醫院做身體檢查，咁醫生咧發現你嘅身體好正常，咁同時發現你嘅器官咧好適合移植俾五個有需要嘅病人。如果你唔移植，短期內就會死啦。咁而家醫生為咗救呢五個病人，殺咗你，移植你器官，咁根據功利主義呢個啱唔啱咧？啱唔啱？救一個，殺一個救五個。嗱，好似諗就啱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如果我哋真係容許醫生咁做咧，有咩唔好後果？死一個人。嗱，即係你容許醫院發生呢咁嘅事，有咩唔好後果？冇人信任醫生啦，引起社會恐慌啦，係嘛？你本來睇醫生就條命都冇咗，係嘛？冇人敢去醫院啦，係嘛？咁咪啲唔好後果咯。咁如果你考慮埋啲唔好後果，咁嗰個醫生就唔應該殺你啦，係嘛？明我意思啦，係嘛 ？OK， 好啦，有另一個例子係咁樣，就係而家有架車咧就失控嘅，你係個車長，咁喺你路軌前面咧有五個人，咁失控你會撞死五個人啦。咁但係你可以將架車轉右，就即係你可以救翻嗰五個人嘅生命咁樣啦。不過咧轉右嘅時候咧，喺嗰條右面嘅路軌有個人，即係你會撞死一個人。好啦，咁即係話根據管理主義，你應唔應該咁做咧？即係你轉右就撞死一個人，就救翻五個人。如果你唔轉右咧，就死五個人。咁應唔應該轉右？應該係嘛？比例因為殺一個救翻五個嘛，咁啊合乎公理原則咯。冇得阻轉啦都係。如果有得阻轉，梗係阻轉啦。如果根據公理轉，嗱咁啊應該轉右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呢個殺一個救五個就係啱，但係呢個就唔啱？呢、這個都係殺一個救五個啫。咁啊，因為呢個情況你殺嗰個人係唔會引起社會恐慌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公理主義就考慮呢樣嘢，即係考慮實際後果啊，係點樣去判斷？嗱，咁其實公理主義咧可以分兩種嘅，一種叫行為公理主義，一種叫規條公理主義。咁行為公理主義咧就係佢直接應用嗰個公理原則。即係頭先我哋嗰啲諗法咧，就個行為功利主義，我直接用嗰個原則去，即係 apply 嗰個原則去啲 case 嗰度。咁但係規條功利主義咧，就係間接應用嘅原則。點解間接咧？就係根據規條功利主義咧，我哋平時講嘅道德規則咧，都係建立喺功利原則嗰度嘅。點解唔好殺人？點解唔好偷嘢咧？因為都係為咗帶嚟多數人最大快樂。咁但係一旦我哋建立咗啲原則咧，我哋就再不是用公理原則去判斷是否對，我們 apply 那些原則去判斷是否對，就會這樣想，規條公理主義、okay? 即一般來說呢，規條公理主義認為我們應該遵守道德規則，即是不要殺人，不要偷東西、okay? 只有當那些道德規則有衝突的時候呢，我才 apply 那個公理原則去判斷究竟誰才是對。我舉個例子，咁你睇到公理行為公理主義同埋呢個規條公理主義個分別啦。假設你一個富翁嘅仔啦，咁樣富翁臨死之前咧，就要你承諾將嗰啲財產捐俾教會咁樣啊，咁你答應咗啦。咁但係你發覺咧，教會本身已經好有錢啦，咁啊不如將啲錢咧捐俾公益金咁樣啊，即係多啲人受惠啦，符合公理原則啊嘛。咁但係你咁咪違反承諾喎，係嘛 ？OK， 嗱咁但係富翁已經死咗啦，你違反承諾。傷害唔到佢啦，係嘛？已經死咗啦，就冇人知道你會違反承諾，即係唔會對於呢個承諾制度有破壞啦。因為得兩個人知啊嘛。而家富翁死咗啦，就算你唔守承諾，係冇人知啊嘛，即係唔會破壞到個承諾制度啊，唔會對嗰個承諾制度造成破壞，但係你唔好後果。好啦，咁如果根據行為公理主義咧，咁應唔應該將啲錢供俾捐俾呢個公益金？良心不可以去，他承諾得不凡，那就考慮你良心帶來的痛苦咯。是的，但是 你做過很多人嘛，但他不一定捐給公益金的嘛，教會他可以捐給窮人的，因為教會的詞的貢獻，
啲詞佢根本係俾唔係嗱，總之佢個judgement就係佢覺得捐俾呢個公益金咧，更多人受惠嘅，即係個 total happiness 大嘅。咁就算你講話佢良心過意唔去啊，咁咪計埋呢個痛苦咯，係嘛？咁呢、這個快樂都係大過呢個痛苦噶嘛。咁如果根據行為功利主義咧，佢就應該將啲錢捐俾公益金啦，即係唔守承諾。好啦，咁但係規條功利主義認為咧。唔得喎，你要守承諾喎，因為一般嚟講，我哋要遵守嗰啲道德規則噶嘛，遵守承諾。嗱，咁呢個就係係咪功利主義同埋規條功利主義之間嘅分別啦。OK， 呢度有冇問題先？嗱，咁我而家我哋嗱，我因為我今次要講兩個思想，我諗要講快少少。嗱，我講咗一般對於功利主義嘅批評先。咁第一個批評就係話咧，嗱，因為根據功利主義咧，即係行為啱唔啱睇後果啊嘛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個後果我哋唔知啊，係嘛？個後果好難預測嘅，尤其是啲長遠後果咁樣啊。咁我點樣知道呢個行為啱唔啱？因為睇後果啊嘛。嗱，咁其實功利主義講嘅後果咧，就唔係真係講緊實際後果，佢講緊嗰個咧合理預期嘅後果。嗱，總之而家我有理由預期有呢個後果發生咧。有個咁嘅後果發生咧，咁就係我就係睇呢個後果啦，就唔係真係睇個實際後果。因為實際後果我哋往往係唔知道噶，我唔會知道實際後果。嗱、okay? ，即係舉例啊，譬如話今日大家嚟聽呢個 talk， 咁你諗住梗係有啲好處咁樣啊 ？OK， 咁但係點樣發覺原來聽完之後冇咧，嘥曬啲時間咁樣啊，又搭車嚟咁樣啊，即係後果唔好啦，係嘛？對你講後果唔好。咁但係你唔可以由後果去 judge 嚟呢度聽係唔啱嘅咁樣，因為你原先個預期有個合理預期啊，假如有個合理預期，嗱咁所以咧嗱咁多人有時我哋好難判斷後果咁樣啊，咁功利主義就會話咧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盡量搜集多啲資料，因為有時你唔知個後果咧，係因為你資料唔夠咁樣啊，咁你搜集多啲資料再預測咧就會好啲。咁第二個批評咧就係批評，因為功利主義話咧，一個行為啱唔啱咧係同個動機冇關係嘅，嗱咁淨係同個後果嘅關係，嗱即係話譬如舉個例啊，有兩個人捐錢俾公益金，一個頭一個捐100萬，第二個捐100蚊，咁如果你睇後果，邊個道德價值高啲？第一個啦係嘛，你100萬喎，因為多啲人受惠啊嘛，咁但係後屘你發覺咧。第一個動機咧係為咗 show off 嘅，即係大把錢咁樣啊，自己有錢咯。但係第二個咧真係有心幫人咁樣啊，真係個動機好啲咁樣啊，動機好。咁但係動機係冇關係，即係根據功利主義，動機冇關係。嗱，咁但係呢個睇法又好似唔合乎我哋嘅道德常識，因為我道德常識話其實一個人嘅係咪啱唔啱係同個動機有關係嘅，咁你完全唔理個動機咧，就好似有啲問題咁啊。譬如話你謀殺同誤殺嘅分別就在於動機咯，係嘛？個雖然個後果都係嗰人死鬼咗，係嘛？但係你個動機唔同，你個判罪都唔同啦，所以你唔可以完全唔睇個動機。好啦，咁第三點嘅批評咧就係話，嗱，因為功利主義認為咧，只有快樂先有內在價值，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。嗱，雖然快樂有內在價值，頭先分析過啦，即係我話我學生讀書個例子啦，你最尾為咗快樂嘅，咁但係其實除咗快樂之外咧，其實好多嘢都有內在價值嘅，唔一定係快樂。譬如話知識啦、友誼啦，嗱呢啲嘢本身都有內在價值，佢唔一定就係快樂先有內在價值。嗱，雖然呢啲嘢會帶嚟快樂，但係唔表示呢啲嘢本身就冇價值嘅。嗱，咁第四個批評咧就係話，嗱功利主義嗰個理論咧係有可能違反我哋人嘅基本權利嘅。嗱，頭先睇到啦，你為咗救好多人，你可以虐待一個細路仔啊，或者殺咗個細路仔，你咪違反佢嘅生存權利咯，咁樣啊，或者佢唔受傷嘅權利咯。好啦，嗱，咁第五點咧就係話，因為如果根據功利主義咧，其實我哋係有無盡嘅義務。嗱，咩意思咧？嗱，咩功利主義就話帶嚟多數嘅最大快樂就係啱，係咪？係咪啊嘛？咁即係如果你嘅義務就係要為咗多數嘅快樂咯。嗱，舉例譬如話，譬如我落街咁樣啊，有人叫我捐呢個公益金，咁我應該俾錢啦，係嘛 ？OK， 咁但係再行多條街，有個人又叫我捐俾呢個。